GDP pussy。相信大家对我不陌生，我是 RST 重生。Hypixel 无疑是整个 Minecraft 伺服器中的圭臬，玩家的热潮似乎永不消退。Hypixel 仿佛是日月今天江河行地，永恒而伟大。然而事实上，距离 Hypixel 玩家的热潮巅峰已过去两年。这不是骇人听闻的消息，而是有数据分析的事实。床战空岛饥饿游戏所有你能在里面游玩的任何模式，每种游玩人数的统计都急剧下滑，而床战的游玩人数相较于2021年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而 Hypixel 更新了许多游戏，希冀东山再起，然而似乎都无济于事。外国论坛上有人提出 Baywars 人气下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重复性太高，也有人主张是许多大型的创作者对于床战失去了兴趣。例如威利贝尔也改拍其他系列的影片，河毛小妞片头也渐渐地往其他类型的发展。但那真正是玩家热潮消退的原因吗？从整体床战衰落的症结来看，我认为新手对于床战的入门门槛过于高手。自从 1.9 的 PVP 大改版，后来加入的玩家对于 1.8 的 PVP 的原理规则不熟悉也不理解， WTAP 走位等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与练习，而床战的叠桥方式也是需要日以继夜的磨练才能慢慢悟出诀窍，绝非一言两语就能听懂，非天生不用学就能会。随着2021年床战卷起的波浪，老玩家对于 PVP 的技术整体普及与上升，新手只有被老玩家虐的窘境，丝毫无游戏体验，只是无止境的被追踪击杀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Hypixel 有新手场的保护机制，约略10星以内的人会互相配对到，但我认为应当延伸至少50星，这才能使新手真正在内心胚胎出床战与 PVP 的机制，而不是稍微暖身上手就被几百星几千星的老手干掉，因而拍桌爆气，不愿再玩 Baywars。 我个人大约是在100星才对于床战的打法 PVP 的走位有着登堂入室的境界。蓦然回首，将视线移往台湾， PVP 的流量始终不及生存系列的流量。透过市场机制，许多原先以 PVP 出道的实况组选择转型，因应观众的需求。所以我认为不是实况组对床战失去了兴趣，而是流量数据的趋势。客观一点的去思考，你若是2023才踏入 Minecraft 的玩家，你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磨练自己的叠桥技术与 PVP 的经验吗？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不会选择踏入床战，而是选择较为人性化的生存 Hypixel 小游戏、模组、地图、红石、指令等。床战就像是一把曾经在 Minecraft 世界当中燃烧最炽热的火把，随着时间的模式而逐渐黯然熄光。欢迎在下方说明你的看法。